月啊，九月哦，去吃汉堡。国际浪子，走穴。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妈，你等一下，我要拍照。看我眼睛，最重要的还要坚持不节目，看我看出来了。哎，粉丝他们看到眼睛会笑，算了，不节目，他们笑就好了。我都没心情了。不会，他们心疼。他们知道，我不收录什么节目吧？新生活日记。讲的是一个科举的小马鬼，给我剪掉啊！昨天录完跑呢，就是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，然后很其实全程下来就是说，感觉特别在里面啊。昨天就是录跑男的时候，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，虽然就是全身都会，有一些时候就是在那边。昨天录完跑男，然后就是认识了很多新朋友，然后大家都知道我跟贝冰姐一桌，然后我们就聊了很挺久的，在车上的时候，她也是双鱼，我也是双鱼，两个双鱼座。一起玩啊，到最后撕名牌啊，哇，这撕名牌真的激烈。两个人一起的时候，然后贝比的手受伤了，他手不是受伤了吗？然后我们玩撕名牌，我又很怕弄到他，或者说我们前面一起的一些体育运动活动，我很怕他受伤，所以我就一直叮嘱他，我说其实我们不需要，我们不用赢，我们就体验一下就好了，因为我怕你受伤了。然后玩撕名牌也是，你知道撕名牌很危险，要是他的手都骨折嘛，还没好，要是不小心再撑一下，哇，那我会很内疚的。所以，贝比姐，我想不想赢？我说重在参与，我说咱们体验一下吧，不要赢我们赢不了，太激烈了，我怕你受伤。然后姐说好。然后我们撕名牌的时候，就其实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，就是。像那种带伤上阵，然后一起玩，快乐的一起开心，我觉得姐真的是，让我挺感动的。其实我们在一起撕完一对这样的时候，其实还是挺感动的。然后晚上大家一起吃饭，认识一下，聊一个天，什么认识一下，聊一个天，剪掉。然后晚上大家一起吃饭，又聊天。真的好难，他们是他们这个家族真的就是你就是一个很温馨的家庭，就是亲兄弟姐妹一样的真友谊。
唉，我发现我整个说话的过程和语气有点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眼睛真的好肿好难受，很想发